下，借一凝神尘吧，把几番春秋冬夏，一碗碧水一段春夏，春夏怎奈金戈铁马，别无论酒剩牵挂，牵挂醉满狂沙，谁道此心暗处是无相，我心暗处在你身旁，谁念前愁就恨且想我，热泪莫怨西风凉，谁叹相逢一算梦一场，披坚之锐终不忘，谁问滔滔江水去向何方，只守天涯共处你们家公子也要去灭杀大会啊？是。那他们相交甚好，若是你家公子遭遇险事，他必定不会坐视不理。你家公子在哪儿？我这就带你去。谢公子说了，姑娘是自己人。家臣在，你先去通报一声。是。啊，这边请。好。谢梅梅啊，谢梅梅，好好的南疆你不去，非要来这陵里。你看什么呢？多谢姑娘救命之恩，大恩大德，来世做牛做马以报。好了好了，千岁幽大人，你那些话本里的词儿啊，还是省省吧。那我再换一种说法，多谢姑娘救我脱离苦海，大恩宛如再造。这还差不多。上回见你跟周姑娘还是秤不离砣的，怎么这回就成苦海了？嗨，这自古都是新人从门入，故人从歌曲。你与姑娘见的还不够多吗？这样说那倒是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可惜谢郎你这样的好郎君竟然要被辜负了。辜负谈不上，阿斐是个好姑娘，是我命不好，配不上她。你为何总是扮成千岁幽那副怪模样？你们与一般姑娘那么多，我若是个青年男子出入，多不方便，还是少惹麻烦为妙。还是那句话，多谢姑娘救命之恩，大恩大德，来世做牛做马也要报。只是今日我有要事在身，就此别过，咱们山长水远。后会有期。哎，这人到底在躲什么呀？
谢妹妹，你其实心里还是希望他来吧。可见到了，转身便跑，他不追来了却又，真是可笑。 老人家，身子骨不错嘛，挺精壮的。不碍事儿，还坐什么马车？你这个小姑娘啊，对老人家有点不太礼貌啊。结果，怎么不敢看我？ 你架着我，我怎么跑啊？你还当真想跑？那行脚帮的人，是你找来的？是啊。但是你不太好抓，行脚帮一帮人花了这么长时间都没堵着你，也挺砸他们招牌。不过我想好了，若实在不行呢，我就去货联涛什么大会上去堵你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是不是我刚才杀了马车，你就知道了？ 然后一直偷偷跟到了这儿，阿飞，你这算胜之不武，要不然我们重新比过。喂，小美啊。 怎么数日不见，一下面就动手了？啊，了不得，你这是疯狗式的断言刀！ 真这么生气啊，阿飞，你伤好点了吗？ 四十八寨的时候，托我说过，天下奇毒之首，透骨清。众死毒者会从骨头缝开始变冷。人死之时，周身好似被冰镇过。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？啊，我是在江湖上待多了，就。 别说了，说了我也不相信。可能是因为我博古通今，天下奇闻，无所不知吧。那日我想问你武功来历，你出手点我昏睡穴，把我弄晕了，是什么意思？那时你受了伤，妹妹，受了伤的人是需要休息的呀。你老追问那些不重要的问题。 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那样？有谁受得了啊？谁能让你睡了？这四十八寨里百废待兴，你怎么有功夫到这凌云城来凑热闹？ 好久没见过娘了，我才匆匆见她一面，就偷溜下山，一路随着行脚帮给她似是而非的消息，追着，找着。
你还好意思问我？怎么这么有闲工夫来凑热闹？他就是来找我的。我当然是为了霍连涛请帖上的水波纹来的，不然你以为我是为了什么？数月前还讳莫如深的海天一色，在短短时间里就被多方势力所追查。胡连涛的一封请帖是要将此事闹到人尽皆知的境地，连地煞都知道四十八寨有两间邪屋，我不主动追查，难不成等着被卷进来吗？这个答案你可满意否？阿飞，我小五来了，不是，现在就能躺进那棺材里的，做什么要耽误他呢？你什么？你说呀！我让你瞧那边。这四象山的玄武主刚一进城就搞这么大的阵仗，看来他是要来闹事的。哎，你该不会还不知道这四象山玄武主是谁吧？我知道啊，当然知道。我不但知道，我还打了他座下的几条疯狗。哎呀，你这个姑娘不轻易惹事，这一惹事惹的就是个大人物。那又怎么样？不过是几条座下的疯狗，揍就揍了，难不成还要跟谁打招呼吗？你呀，就是太不知道。四十八寨的时候，你偷袭我，现在我暗算你一次，咱们扯平了。腿这么长，笑一截得了。你看，这便是零陵城了。这丁魁到底为什么非要抢我的请帖？四象山的四位主人，青龙主郑罗生阴险狡诈，朱雀主穆小球乖张古怪，白狐主冯飞花是非不分，玄武主丁魁喜怒无常，我们兴南门小门小户，他自然要捡软柿子捏，想混张请帖，光明正大的去灭杀大会，只是没想到他们竟然这么大张旗鼓，看来这零陵城的天真的要变了。那个是周匪吗？好像是。推了个什么玩意儿？周姑娘，你这是？捡了个血小犬的爹。周匪。阿匪。干嘛去了你？楚楚，哎，你来的正好，过来搭把手。我帮你吧。不用。
我妹说了不要。你这是，老板，开个房间。这小老头怎么这么沉啊？谢公子，什么情况啊？他这个脸……啊，你这说来话长。姐，你把他打残了。李岩，站住！回来！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不对，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哥，我……我不想听你解释。你现在立刻马上跟我去找暗庄回山吧，马上滚回四十八寨。你好歹是他哥哥，你能不能对妹妹温柔一点？你们四十八寨的人坏得很，一个两个，能不能对自己妹妹善良点？哎呦，李大壮，你现在可以了啊，把人卖了还有人帮着数钱呢。少说两句，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有人跟我出头。嗯，表哥，我听闻雨一班最近就在零陵城，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请一下霓裳夫人？哦，行，没问题。你们俩干什么呢？去吧。我们堡主说了，今天不见客。去跟你们霍堡主说，我知道他有海天一色的消息，但是让地煞盯上了，所以才要找人共同对抗地煞。我丁奎愿不计前嫌与霍堡主联手。霍家是名门正派，不会跟你这等四象山的败类为伍。丁老贼，你今天就是杀了我们也进不去。这影壁后面的树林是按照奇门遁甲阵布的，是当年奇门冲霄道长特意为我堡主设计的，一般人进去一辈子也出不来。好，回去告诉你们霍堡主，我自有机会杀了他。不过这次堡主是想将他们一网打尽。对，自相残杀，我已经在冲霄道长布下的树林迷阵中埋下了火油，就等这群武林人士步入其中，我就把他们一锅烧死。妙计，妙计呀！江湖传说霍堡主愚蠢鲁莽，现在看来也没那么笨呢。都出来吧。有你在，海天一色便是我四象山囊中之物。丁奎，你在那儿自言自语胡说八道些什么呢？你我联手共去那灭煞大会上威风一把。不去。穆小乔，我知道
霍长风对你有一饭之恩，但这么多年你在他身边出生入死也算还清了。更何况现在霍家易了主，霍连涛成了江湖上的笑柄，就这样你还要维护他吗？我爱维护谁就维护谁。我是来给你送礼的。这人乃是霍家旧宝覆灭时跑出来的，刚巧撞到我手里。他知道很多霍家的有趣旧事，朱雀主不妨听完，再决定那灭煞大会上要不要护着那霍连涛吧。师父在那边。夫人，您终于来了。自从认识了你们两个小鬼头，怎么就没有一天安生日子啊？人呢？在里面呢。夫人，您看出什么了？这种毒我以前见过，是天下第一奇毒。是透骨青吗？可是怎么会？夫人有什么办法吗？从脉象上看，只要不动用内力，应该还能撑个一年半载。虽然我医术不精，但是还能看得出他身上的内力在压制这个毒，只要不再动用，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。你可千万要看住他。夫人，夫人，还有一件事情，劳烦夫人帮忙。师父，师父，我当真觉得很奇怪，第一次见留住一个男人要用这种手段的。没见谢公子都避他如蛇蝎了吗？或许就是因为千岁幽用情太深了，才这样躲着吧。那天门锁也是一方重宝，师父，咱们就这样随随便便把它送给别人了吗？在我们手里有什么用啊？它不过是块废铁，但是在有情人手里不一样，它就是千金难买的月老红线。Thank you.
水流聚散，岁岁经年坠落船，想问你平安却不敢，此生第一次胆寒。半生少年如梦千帆，灼灼星光去不散，此生既有了这牵绊，我怎好独自安然。还没带你纵横青山，还没将你的发亲吻，还没好好在这纷乱里纠缠，牵你那把刀还没还。管他又是谁的天下，几行纸屑飘到哪里才是家，不如让我把你融化。当春烟染无心，却化作前世的铠甲，挚爱无话。你干什么呢？方才这是戴在那人头上的，你们掉在门口了。我不小心撒了点茶水上去，发现茶水到上面立刻就不冒烟了。我伸手一摸才知道这里面是冰凉的。我要见见那个中了臭狐仙的。什么臭狐仙啊？没听过。你干什么的？我叫殷和从，人称独一。白天你们抬进去的那个人身上肯定中了地煞连身的透骨青，我可以帮你看看。进来吧。谢谢谢谢。干什么呢？这人时日无多了，我跟你说，透骨青三个月之内必能将人冻成一具干尸，厉害吧？看他这样，应该是中毒一月左右。不对啊，连胜下落不明，不是已经很多年了吗？谁下的毒？一个月。又怎么了？这个人内力怎么这么深厚啊？完全不像这个年龄能有的。怎么练的？怎么练的？我知道了。搜魂针。
搜魂针除了坛中百会，还有风府灵台天窗大坠，天窗雪。你看，搜魂针留下的痕迹。这银针本身啊，不会留下什么痕迹的。就算你是不小心扎破了，那两三天也早该好了。可是这身中透骨星的人体质特殊，只要你有磕碰，那么皮下的淤血就会被自己冻住，数月不散。这搜魂针留下的印记，那就更深了。不是说用了搜魂针，是为回光返照三刻而止吗？你说的对啊。搜魂针，我明白了。这个人身上的毒肯定是早就有的，只不过当时有人以极其雄厚的内力灌注到他体内，压制住毒性发作，然后再用秘法封住他的经脉。这么说吧，他身上的经脉就是进了一座牢笼，这透骨星是贼，雄厚的内力是看守。只要这看守不擅离职守，这贼就跑不了。但是就是不知道他有什么毛病，自己用搜魂针强行逼出内力。这身中透骨青的人身上奇经八脉运行速度极其缓慢，这搜魂针的回光返照效果也被放缓了。你听明白了吗？哎，我是不是说的通俗易懂啊？他跟我说过，于老是吃了大药谷的归阳丹才解了毒，那我去找大药谷的归阳丹，是不是就可以帮他解毒了？这刚中透骨青的人吃上一颗归阳丹，然后下半辈子不离开水气丰沛的地方，活到七老八十没什么问题。可是他，这透骨青跟他在一起，都不知道度过了多少日子。这透骨青是个种子，早就种进他血肉里，生根发芽了。你别说归阳丹，你就算拿两颗太上老君的仙丹，也救不了，救不了。你不是说你有办法吗？娘，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命肯定是救不了，但是说，但是你想让他剩下的时间好过一点，就千万别让他吃热食，否则就会激发毒性反扑。最重要的一点，千万不能让他再动用内力，只要再用一次，我保证，我以性命保证，死得透透的。你是毒医，你就这点本事？毒医就是他们瞎叫的，我就是喜欢收集天下奇毒，不会治病救人。要不这样，我送给你一条蛇怎么样？啊？可不送了。这忘恩负义恩将仇报，完了，忘了问谁下的毒了。下次吧。
谁要你多管闲事？管完闲事之后，你掉头就跑，然后死在某个别人不知道的犄角旮旯里。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伟大？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伟大？特别为自己感动？这你干的好事儿啊！此锁呢，名叫天门锁，钥匙分为两层，第一层是锁盖，要按特定的方式才能把锁盖打开。要打开锁盖后呢，才能露出第二层的钥匙孔。所以呢，别说区区一个千岁幽了，就算一边锁着李征，一边锁着殷文兰，只要他们不知道解法，他俩也休想挣脱开。多谢夫人。不客气。这霓裳夫人给的是个什么玩意儿？你在干什么呢？侠的神龟没有落户在我脸上，在下就已经感激涕零了。你这个人没有别的优点，胜在识相。梅然儿，你这……你这全新的姿势是怎么想出来的？好歹我也是个玉树临风的美男子，你这让我……出门不是猫腰就是抬脚的，上个茅房我都得金鸡独立。不是，我是说，你看这踢毽子的动作，是不是也太猥琐了？哎呀，要怪就要去怪李胜。嗯。
告诉别人啊？苏娜。锁这踏板上肯定不行，这么个踏板根本就控不住他。那跟你锁一块儿啊？不行，他是男的，你是女的，不方便。就是不方便。锁脚上。嗯。那只。完美。一会儿没注意，他就把锁的另一端扣你手腕上，要不然我就直接拴你脖子上。你也不必提毽子了，肯想就可以了。行，真是长本事了啊。哎，恩师，老怀圣位啊。我饿了。有没有吃的？被你追了一天了，米水未进呢。行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老板，以后谢公子的饭菜都越清淡越好，全部都要冷的，一点热气都别冒。姑娘，这天儿是热，但这饭菜凉了，这味道不就差了？你就按照我说的做吧。哎，谢谢，总比没命强。哎，姑娘，有位杨少侠在后院等您多时了。杨锦。比武就比武，你怎么又使诈？我这算使诈？再来！哎，等，怎么怕了？杨锦这人，听说一个刀子耳朵能当场长两寸，浑身上下写满了快来骗我，想要脱身恐怕只能靠骗了。你知道我下山是为了什么吗？和人比武啊。不是，是为了海天一色。什么色？海天一色，这是一笔遗产，里面收容了因天灾或是人祸分崩离析的门派遗物，还有什么什么归阳丹，你听过吗？吃了能增加人的内力。真的？那还能有假？星河随水流聚散，岁岁新年坠落船，此生既有了这牵绊，我怎好独自安然。还没带你纵横青山，还没将你的发亲吻，还没好好在这纷乱里纠缠，牵你那把都还没还。挥挥江湖与你魂气不曾怕，等我提
敢把热血洒，管他又是谁的天下。既然纸屑飘到哪里才是家，不如让我把你融化。当春天要无心却化作前世的铠甲。